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海宽。他是法医秦明之幸存者里的队长林涛，他是陈情令蓝二哥哥的兄长蓝曦臣。他有着少年少见的沉稳内敛和执着笃定，他向往简单却又追求卓越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刘海宽一起来到他的别样世界。今天我要带你们来的三家店呢，都是我非常期待跟喜欢的。第一家店全爱工匠，是我国第一家以精工手作为主营业务的企业。精工手作顾名思义，就是利用手工制作的方式进行金属加工。刚走到这家店的时候，不管是氛围还是气息，都有着浓浓的金属工业感。跟我去上楼看一看吧。这个据说是一个拉金属丝条的机器。精工手作给冰冷机器的生产赋予了双手的情感，也会让手作者在精细的铸造过程中产生良多体会。我今天来到这家店呢，主要是想做一个木纹金的戒指。它的金属是能散发出木头的纹理，给人清新的感觉。要把这个金属烤到泛红才行。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对做成一个圆环。那下一步呢，就是焊接了。这个戒指就制作完成了。其实锻造金属啊，跟塑造演员人物是一样的。就像之前我为了拍《独步天下》里面的吉尔哈朗，为了更符合那个角色，特意去学了骑马。说到骑马呢，我最近又培养了一个新的爱好，就是马术。那么下面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吧。如果你喜欢高雅运动，喜欢自然，更喜欢动物，那么没有什么比来一场马术更畅快淋漓的了。现在就来到了一天行马术俱乐部，接下来呢要选一个我中意的搭档。我刚叫他，他抬头看我了。我觉得他还不错，我看他眼睛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非常有灵性。 OK， 就他了。选到了自己中意的伙伴，真正的挑战就要开始了。马术呢，起源于16世纪的古罗马，当时流行于宫廷里面，被称为当时的骑士的七大技能之一。那现在我要跟我刚刚交的好朋友红玫瑰一起完成接下来的任务了。我觉得马会给人一种安静，你看着它之后的心可以沉下来，这是真的。好了，谢谢小红跟我完成的这次任务。我觉得她应该能知道我不是很熟练，但是她一直都特别平稳地往前走，我能感觉到她内心里对我有一种莫名的支持，我也觉得很感动，很暖心。辛苦了，小红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带你们去一家面馆。这个面馆呢叫伊森面馆，是全北京最会做家具的面馆。伊森面馆位于北京草场地艺术区，是伊森家厨的面食分营店。伊森系列以家为概念。为什么说它是最会做家具的面馆呢？主要是因为这里面的椅子啊、桌子啊，然后还有墙壁啊、棚顶，都是这家店的老板自己设计和自己做的。虽然这个店不是很大，但是一直透露着比较简约的风格。那毕竟这是一家面馆了，让我们看看他们家的面做得怎么样。
我看他们家的招牌应该是鸡汤素面，那我就先点一碗鸡汤素面吧。首先看这个摆盘啊，跟招牌上的画是一样的，我觉得特别良心。我觉得这家店特别适合像我这种比较愿意经常自己一个人，像健了身之后啊，然后可以过来吃一碗面。可能是因为经常拍戏吧，然后自己会更加去珍惜和在乎更多休息时间，然后包括努力去不去熬夜，然后努力去早晨起来去给自己做一个早餐。虽然这些很简单，但是简单的东西往往很少人能够做到。那很高兴我可以今天做客到摩登派，去了这三个地方，也思考了自己在这个压力非常大的节奏当中，我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跟姿态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。听听自己的声音，听听自己的心跳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要赔钱了。